咱请咱的创会会长杨信来甲咱讲几句啊，足好话。我讲咱彰化人是足福气啊，啊，伫这个处长甲咱的主任嘛，遐个无闲的行程，啊，咱这个张立华委员也从台湾来，还有我们陈副处长。还有我们的这个国会最资深的议员，最支持我们台湾的国会议员啊，我两年前啊特别跟他去台南去拜会我们台南的那个赖市长，主要是去看我们台南的工厂啊，所以说我们彰化人真的是非常有福气 啊本来啊我走到哪里啊，大家对彰化人非常的敬佩啊，主到我们鼎新的事件发生了，那我觉得 很不好意思啊。不过我这个事情呢、啊、已经过去了。那我这个成立这个彰化同乡会啊，非常期待啊，我们彰化祖地其实慢慢的，我希望彰化祖地将来发扬光大以后呢，会扩散到整个台湾全省。目前呢，我的力量只能栽培彰化祖地来美国留学，那么成绩到一个标准的时候。一年补助美金10000块，那这个刚刚我们这个国会议员呢、啊，也特别说，3月份呢、啊，他要去那个彰化我们那个师范大学、啊，那我想呢、啊，这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行动，那搞不好会让台湾人主地啊更向往来美国深造，那我很期待啊，我们彰化主地啊能够在美国发光发热，那。甚至于把整个台湾呢、啊，带动起来，啊，全世界，我们台湾目前，我前几天看报纸说，现在是全世界第二个最安全的国家，这个非常值得大家鼓掌。The second safety country in the world is Taiwan. I heard from the newspaper. Thank you, Aloys. Your busy schedule.最后呢，我祝大家这个羊年行大运，那么身体健康。那么跟往年一样，今年我们还是年轻的小孩子有红包，是我们这个皇家银行董事长张董事长。那么今天我们有 Alan 总裁来发小孩子红包，我呢发我们这个80岁以上的这个长辈红包啊。那最后呢，希望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。谢谢。